被上百人追逐，躲厕所吓哭，惊悚人墙包围，网是丧尸片。来，我们舞台的中间啊，对，我们这样给你。这一跳是301B，躯体 B 就是躯体。中国跳水女将17岁全红婵，巴黎奥运再现水花消失术，拿下双金，人气暴涨。日前随国家代表团到澳门访问。没想到在酒店里竟遭上百粉丝拿着手机疯狂追逐包围，惊悚人枪把全红婵吓到躲厕所哭。全红婵拍的普拉女厕所。已经封掉了，现在已经施工了。他是什么？你们是怎么回事？他不听你的，因为你们吓到他了，所以你们要去跟他合照，就安静排队他就出来。因为我们已经吓到他，他在里面哭，所以我们要排好队。手机都实时的拿出来。全红婵在厕所躲了5分钟，最后在安全人员护送下脱身。傻以为丧尸片，也觉得那些人根本不是粉丝，只是蹭流量。自媒体让整个社会都疯了，整天没事拍影片求点赞，没事找事，无事就生非。澳门网友也跳出来，那是中国内地人，才不是澳门人，澳门人不会这么疯。